1888 Outlet 法拉盛莫大卖场改头换面重新开张了，在这里各类流行服饰、各式新款女士提包、沙发家具、小型电器、休闲摩托车、男女套装都可以找到。缤纷的夏天来到了，法拉盛莫大卖场的各种夏季休闲服、名牌服饰全部厂家销售，最低5.99元起，高档男士西装29.99元起。国商日大周末期间，贵妃椅600元，单人沙发368元，沙发床500元，消费满了50元就有机会抽中价值1200元的小轮摩托车。新章期间来1888 Outlet 法拉盛大卖场购物满30元，还现场获赠啾啾有机咖啡一杯。楼上购物物超所值，楼下用餐免费停车，假日里消费者们又多了一处休闲购物的好地方——法拉盛莫大卖场。中文商讯向玲玲报道。